们对面是国书馆，店里面的妈妈桑上当有撒谎，小区叫无数的老板脸面上张刷，这种一地功夫擅长还会金融涨跌不上。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枪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儿，手中带钢小曲，河南嵩山学少林的武藏。怎么改？我压平复的招牌，怎么改？怎么改？你被我一脚踢开。